帮民进党内助选，加上忧心二女儿的病情，身体不堪负荷。昨天他身体右半边突然不能动了，讲话也有问题，赶紧到台北荣总治疗。现在检查出来，确实他的后脖子的血管有两根堵塞，好，然后脑部也有那个血块哈，还好就是说是及时的到医院，所以现在吃凝血的药哈，就是等于是让他去慢慢化掉哈。我那天看他的眼睛哈，右眼就整个肿起来，而且右眼跟左眼不平衡，一边高的一边低的，还有他的手，右手跟右脚都抬不起来，都抬不起来，然后也抓东西都抓不到，而且右眼逐渐的看不见，也看不见。于天老婆李亚平证实，老公有小中风的迹象，现在是靠吃药通血管。还好这次积极把他带到医院，及时发现问题治疗。目前呢，于天要在医院观察5到7天，暂时没有大碍。